向佐扇了我一巴掌，至今没有回忆。他之前排练的时候，他也没跟你说，是吧？跟你玩梗这一帮的。对，从来都没有说。说实话，我真的是那个很气愤，人跟人都是相等的。你玩梗，你最起码你先跟我打个招呼，你不应该这样做啊，你这样太气人了。也不尊重你啊。对。我们受了委屈，反而被这个一些网友说这样说我。我最近几天呢，一直都睡不着，心里很难受。真理何在？